这边来。哇哦，我刚才呢就看到所有的台上的五位朋友呢都非常的嗨，因为他们都说让我们一起淋雨吧。对，而且刚才我们台上这些新力军唱的歌都是最近他们发的专辑里头或者是单曲里头的歌曲。没错，那首先要恭喜李志清，因为呢我和他泡他这首歌呢全球冠军。全球冠军的这个感言。OK， 首先其实我发专辑，很多人知道我野心并不是很大。曾经有人说过说，从来没有看过那么低调的歌手，到现在宣传那么少，所以这首歌能够就是获得大家支持，我自己也很意外。然后我就是很开心，就是答应大家一定会再写好歌给大家听。谢谢，谢谢。OK。雨伞对不对？收雨伞，这样子好不好？马来西亚是一个很有人权的国家，我们这样子，如果你今天身体不舒服 ，OK， 那明天可能会生病的话，就把雨伞撑着，我们会体谅。那如果你觉得你自己今天是 OK 的话，请把雨伞收下，让我们继续的嗨。因为我们在后台的时候看到很多朋友已经晕倒了，所以你们希望你们能够喝多一点水，不要喝雨水哦，就喝矿泉水还是什么好吗 ？OK， 还有全场的朋友也请注意，大家呢不要推往前推，那可能呢你身边的朋友一个不小心不见了，原来脚下暖暖的，原来是趴着他 ，OK， 那所以呢，请保护你身边的朋友。不要让他晕倒还是怎么样，如果有事情发生的话举手，我们会有工作人员来帮忙好不好。现在我们有请我们台上马来西亚五位的这个生力军呢，我们一起喊雨婷。雨其实听得差不多，大家的声音应该会让他停下来，一起喊一二三雨跑那边跑回来，走台步吗？走台步。恭喜你，我看到了他全球 number one， 接受全场的教练。你走出去雨就停了嘞，真的雨停了耶。真的是向前走。那难题来了，台上的另外四位朋友，我们在这一边，冰城做一个承诺。对九八八全球做一个承诺，这个承诺就是一旦你们的歌冲上了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们先在这边做一个承诺，你们会怎么样 ？OK， 冲上去，因为现在很流行说 ，OK， 我冲上去的话，什么十点完了我就什么裸泳之类这样的东西 ，OK， 然后我们会把你们的话录下来，然后呢，一冲上去马上办记者会。我的歌冲上九八八全球的排行榜呢，拿了冠军。我让我的 KFC 丢我下游泳池。哎呀，他们舍得才算，你们会不会舍得？会，如果是冠军歌 OK， 对不对？好 ，Henry， 如果是你的话，如果冲得上的话，刚才我表演是有脱外套吗？那如果真的冲上冠军的话，我连里面的就脱了。就里面那个项链了，没有了，就新的背心脱。等一下，我们要正确一点，就是裸上身就对了，对吧 ？OK， 记得 OK， 请多多投票全这个酒吧精彩盛事排行榜，让他冲上。OK， 好，来 ，Des， 你先。哎呦，来 ，Des， 怎么样？如果你们想要怎样？有吗？就穿泳装和大家一起见面，就表演。穿比基尼跳 baby， 你们要吗？真的吗？
比基尼唱 baby 啦。OK， 好，来 jump。哇，如果我的歌登上全球全球的这个冠军的话，对，我会锻炼我的身体，穿短裤、游泳裤。行的哦，对 ，OK， 好，成交。李志清如果再一次冲上全球榜的话，怎么样？脱完，脱掉。我不能脱完，因为会让大家很油腻，然后胆固醇会高。所以如果我怎么样？我冲上就是冠军的话，再一次那首歌所收到的版税完全捐出来。接下来呢，我们要欢迎另外一组马来。